坠在夏天上飘，一生多少爱情在心中绕，风尘仆仆奔波路，悲欢知多少，人间一世我笑看，功名利禄好热闹。风霜雪雨桃花开，杨树叶儿凋，半梦半醒初恋人，老是鸳鸯鸟。人生如戏故事多，心情就少烦恼，爱恨情仇我闭眼笑，谁能逃得了。月夜花影摇，抬头望九霄，我脸笑心笑，梦在烧，明天会怎样，梦梦中更美好，真相化作一只鸟，站在高高的树上长啸。月夜花影摇，抬头望九霄，我脸笑心笑，梦在烧，你留在这里，我把大家伙都叫，或许还有办法。为了我们的家事，连累大家，我真过意不去啊！哎呀，要兄弟干嘛用的？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别说这些话了。况且还有韩章的事，韩章牵连在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那好吧，你们今天晚上看住他，别让他耍花招，我尽快赶回来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那个吴彪是华世昌的心腹，他存心要害蓝猫。那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靠我们大家帮忙了。帮忙？帮什么忙啊？难道要我们上战场打仗不成？这事儿我可不干。就是这个忙啊，太难帮了点。对啊，我就是一个变戏法的，骗骗一般人还可以，你要我上阵去骗土匪，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呀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孬种啊？碰到好事你往前冲，碰到这种困难事你当龟孙子。欧阳，蓝猫跟你最好了，你去帮他那是应该的，我们为什么去帮他呀？况且他以前天天打我修理我。哎，这种人我会去帮他吗？我可不是宽宏大量的人呐，我绝对不会以德报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说过老让他打也可以吗？谁说的？我说的，那是因为他是小侯爷，现在小侯爷都快变成死人了，我们还有必要去巴结他吗？没必要。喂，撇开老猫不说，那韩章也是你们的老邻居，你们见死不救啊？韩章跟我也没什么交情，况且他老是用那个破火药吵得我睡不着觉，我烦他。欧阳，你别打我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喂，大哥，你别理那种人。赵兰，你们还没睡啊？怎么睡得着呢？情况怎么样啊？事情很糟糕，这个吴彪啊是华世昌的心腹，他是要害蓝猫的。事情这么紧急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赶过去啊？哎，我刚才是跟你们开玩笑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石头要我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我们都要以石头马首是瞻，无论如何赴汤蹈火也要全力以赴。哎呀，看来这次不去是不行哦。哎，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呢？哎，我知道哪有马。有盗贼啦！盗贼啦！那这年头贼真多，竟往我家里跑。站住！跑了！
雷鸣，你上哪去了啊？哥，那个目标太可恶了，我去杀了他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的亲信想必不少，你要杀他谈何容易啊？他们来的肯定不止这两个人，我看我们还是先走了再说吧啊。哈哈！你竟敢阵前叛变，朝廷定灭你十族！哼，小侯爷，你严重了，末将怎么敢叛变呢？只是明天和贼人交锋的时候，两位小侯爷救父心切，飞马冲入敌阵，被贼人所杀。哼，那个时候。可就不关本大人的事儿了，上！你，嗯，到那个时候，嗯，可就跟本老爷没什么关系了。你，不要，你太卑鄙了！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小心点，我得等人呐！别动。把这两位小侯爷押回营帐去，这个大个子我看着不顺眼，挖个坑把他埋了他。是，你这老贼，大会饶不了你。走，走，快走，跪下，跪下，快点，跪你奶奶个头！哎，夫人，奶奶，跪下，跪下，快跪下！不好，不然我扭断他脖子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啊，要不然我的命可就没了。是不是你们裤子湿了没有啊？湿了没？我看看。老蒋，你这块开玩笑呢啊？行了行了，别闹了别闹了。老猫呢？老猫呢？哦，我跟你说，吴彪那个老贼搞了个兵变，太难对付了。怕什么呀？反正咱们现在有枪了，我会用吗？我跟枪头枪尾都分不清楚。我会用，我会用。哎，我看他们用过，把那个炸药盒咬开，然后在这儿倒一点，然后再在前面倒一点，然后点着，瞄准，啪。哎，这两个臭小子，真不像话。别动！你们来了！你们来了！太好了！快快，把我解开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被他们绑住了！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！哎呀，不许动！枪好像拿的不太对了。你们这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干什么？吴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种军经大事，你居然敢在暗中使坏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们几个敢袭击朝廷大员，你们该当何罪？你还敢嘴硬？哎呦！先绑起来再说。好，找绳子，找绳子。哼，你们这群通匪，拿命来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？爹，把枪放下，看我不先把你捆起来！爹，你怎么回来的？你们偷了我的马，我当然要来抓偷马贼喽！艾大人，幸亏您来得及时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就惨了。我看你还臭美，吴彪。我们知道你是受华侍郎的指使才这么做的，所以现在我们不怪你。只要你好好的带兵救出侯爷，将来侯爷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替你说话的，让你免受牵连。但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，那就等着跟华侍郎一起受凌迟之刑吧。
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说过救命如救火吗？啊，马上出发去救张侯爷脱险，快点，快！哎呀，这种兵能打仗吗？别到底是困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山谷里，有座破庙，非从这条路进去不可。怎么办？哦，小侯爷，你看这地势非常险峻，这么险峻的地势呢，如果敌人先去是……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在你腰上开个口子。哥，我们带头冲进去。且慢，先拟定作战计划。你们看，敌军的主力屯驻在山头。显然是想用口袋战术引诱我们深入，然后呢再一举歼灭，所以咱们来个兵分三路。小侯爷，你和我先率一队爬上山去迂回突击山头。这位小侯爷，你先挑几个会骑马的枪兵跟着你，等我们攻上了山头，你就立即率队冲入山谷，千万不要恋战，直抵小庙。等你们这队人马到了那儿之后，老侯爷自会知道应该怎么做。还有一件事，石一坤，你要看好这个目标，牵制敌军主力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你这算什么话？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那也算我一个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连我这个老头子都敢去爬山，你们当然可以了。听说你们带了不少火药。有。都给我带上。好。出发。走。走。爹，爹，小心啊。来。上。大哥，派出去的探子回报，援军到这里不到十里路了。他们的阵仗如何？都是些老弱残兵，但是有一队火枪兵。大哥，咱们没有火枪，恐怕要吃亏啊！韩江的炸药做得怎么样了？我去看了，药引子还没做好。哼，药引子还没做好没有关系，我们大家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，快去吧，快去！大哥，你放心吧。土匪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咱们应该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先别动，我哥那边还没有动静，等会儿再说。土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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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小侯爷，如果你不敢去，我就要带队去干掉他们。谁说我不敢去了？自杀的，也是你弟弟按耐不住冲进山谷里去了吧？是啊，如果是这样的，那可就糟了。那快去看看吧！啊，阿米斯，走走走！
小侯爷。爹，援军已到，我们马上就能脱困了。太好了！雷鸣，你还好吧？还好，哥他也来了，他还被朝廷封为副将呢。中埋伏了，快撤，快撤呀！哎，你看，那谁呀？谁？啊？谁啊？好像是吴彪啊！哎，怎么就只有他一个人？不好啊！敌人强大的很，快撤呀！强大的很！别走啊你！怎么就走了呢？哎，没人啊！哎，怎么跑了呀？完了！看吴彪真不是个东西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就是，你看这把家伙，咱们已经上到这儿了，不可放弃。咱们继续往上爬，小侯爷，你身处营店，先回去和大军取得联系，另定进攻的时间，再赶回来通知我们。好，好的。吴彪，你后面根本就没有追兵嘛，干嘛没命的跑啊？嗨呀，你这个秀才懂个什么啊？小侯爷虽然勇猛善战，他手上带的兵都是老弱残兵，实在是力强足弱。此乃宪兵也，那艾大人是不知其能，此乃崩兵也，你让我如何是好啊？你少给我找借口，快带兵回去。嗨，这个嘛，我是没办法了。吴参将，你不要搞不清楚状况，雷鸣小侯爷已经带着枪兵冲进去了，艾大人和展昭小侯爷说也已经冲上山头了，侯爷脱险就在眼前，你一点力气都没出，你想想看。回到朝廷以后你如何交代？是啊，我们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好好把握简直是自掘坟墓。不是我不要打，要不你们提个战术，我听命于你们。怎么样，提不出吧？提不出吧？提不出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事情给搅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无能为力了。你怎么每次遇到困难都退缩啊？你还算不算是个人物？哼，你打算混一辈子啊？我能够成为人物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蒋明兄，蒋明兄，你现在就不应该说这种泄气的话。我们大家都还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是啊，我不知道。你于坤兄，我知道你的用意，我也知道你平时对大家的期望都很高。事到如今。我也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了，我们这次来只是为了救懒猫，并不是来冲锋陷阵的。我们这些又不会动刀又不会动枪的人，啊，怎么能打败那些训练有素的贼兵呢？对呀，李坤兄，对不起了，啊，我又要说一句难听的话了。像我们这批人，我们又不想做官，就算我们拼命的救出了侯爷，嘿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白大叔、沈大叔，你们说的都对，你们可以不管侯爷。可是韩章大叔还被他们关着呢，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好了，反正韩章他救过我的命，我是会去救他的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也不能够勉强你们大家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去的话，那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。你怎么又这样了？明明知道我们大家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嘛，这人真是又来老一套了。就是他就会这一招的。其实我还真有个想法。说什么？快说！跟你说。This place is good. 公鸡叫屈肯，蜘蛛是白的。狮子比来旺 ，Yes 罗 Yes。Yeah，Yes 罗 Yes。Yes, Lord, yes. 二毛子，yes, good. 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What he say? 这位是从英吉利放羊回来的胡先生，他听不太懂中文。在番邦放过羊，已经很有钱了。当然，胡先生非常非常有钱，他这次来是到处看看，就是想盖一座大教堂。Yeah. 来人，给我抓起来。
六哥，走，住手！老实点！哎，你们几个给我听着啊，这小子可是只会生金蛋的鸡，给我看好了。是。的炸药包做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，马上好了。哎，吴哥，缴获了那么多火枪，外面那破庙怎么还攻不下来？哎呀，咱们有火枪，但他们也有火枪啊。更糟糕的是，咱们的枪子儿已经快要用完了。爹，我们子弹还剩下多少？你别问了，咱们要死就死在一块儿。遗憾的是，在临死之前，我没能见你哥哥一面。石七哥，火药包做的怎么样了？都在那边呢。老六，快点叫人搬。来，他已经没用了，把他绑起来。是。是。把他们几个看好了啊！是是。快点慢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韩长，那些炸药真的能用吗？当然能用啊，会炸死他们自己的。行动吧，拿着。哎，给我。哦，对，干，哎，干脆全拿着，把他们炸上天。放心，我走了。小心，小心啊！你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好兄弟，应该的。赵展啊，你算是成才了。快快快快点，站住！你们走吧，别让他们逃了。你们别管我了，快！快点，你们走吧。快点走，快走！别管我，别管我，赵展，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
你这个王八蛋，一个都别放过！给我追！追！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不听话呀？哎，不是不让你们来的吗？那是石头太歧视我们女人和小孩，我们真的没让小虎来吗？他比谁都着急，要是不让他来，还不如让他去死呢。姐，你不是也很着急吗？对了，我的石头姐夫呢？是啊。他们急救韩章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大家赶快撤吧，贼兵还剩下不少，等一会儿他们集结起来就不好办了。撤什么撤？我们还有好多兄弟没有下落呢。爹，你已经被困了好几天了，我想你们的身子都很困乏了，不如这样，你带着弟弟和随从先走，我随后就赶上来。我不走。老夫不愿意把救我的人丢在这里而一个人走。哎，爹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们看，应该就在那个方向，走。走，我们把他给抓回来了。来呀，把他绑起来。绑起来，绑起来。你小子故意炸死同袍会的兄弟，兄弟们做鬼也不会饶过你的。你们活该，我就是想让你们做鬼来找我。我不会用炸药炸我天桥的兄弟，不会，不会。留着他还有用呢。怎么办呢？张大军，你听着，有了活路你还不逃命？你真的以为赢得了我们呢？对，你敢站出来，咱们一对一吗？张大军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你是不是来救他的呀？啊，看清楚了，张大军。韩儿，我跟你们拼了。快！
慧儿，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好可爱呀，我好想再回到从前，把你抱在怀里，爹，放在膝盖上，听你再叫我一声，叫我一声，叫我一声爹。爹，我去给你报仇。我想一辈子陪你都醒着。宁坤，宁坤，宁坤，你醒醒啊！哥，哥，宁坤，末将参见花侍郎。起来吧。侍郎，末将幸不容命，只是那张侯爷他对末将很不谅解，只怕回来以后会禀明朝廷，对我们不利啊。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侍郎大人，小慧和懒墨的好日子，我们去去就来。亲家母，请吧。今天是犬子昭长和丁兆慧姑娘的冥婚大喜之日，大家要痛痛快快地恭喜他们。来，恭祝小侯爷和丁姑娘百年好合。百年好合。
府现在还有事情，大家就请自便吧。下官华世昌拜见侯爷。好了好了，老夫这次遇险，多亏了侍郎调兵遣将，老夫才安然归来。不敢不敢，下官只是尽了一己之职责，下官还要感谢侯爷。感谢我？感谢我什么？下官在皇上面前保举了吴彪，领兵救援，不料他贻误了军机。此人无能，被判斩首，这算便宜他了。哎呀，多亏侯爷不加追究，否则下官也难逃一责呀。我怎么会追究你的失职呢？我只想亲手杀了你，侯爷，杀了你。小慧，蓝猫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小慧，蓝猫，你们在哪里？蓝猫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想的夜晚，再一次想起情路漫漫，风儿轻拂，脚步缓缓，闭上双眼，让心去天。